感谢年糕企业赞助播出。OK, Hello, 大家好，我是邦尼。今天呢，我们要去邦尼家附近的一家很大间的宠物百货公司买我们上一次说的日用品，猫抓板啊，以及饲料都需要添购了。那我们在前往之前呢，我们要介绍一下今天的实习小帮手朵屁啊。哎，你今天要来当实习铲屎官呢？为什么？因为实习生就是什么事都要做啊。我要铲屎。对啊，先看有没有屎可以给你铲啊。那我们在体验实习生之前呢，我们就先出门去百货公司一趟，在家乖乖等我们回来啊，知不知道？等我们回来哈。实习生还没有资格碰他。什么？区区一个实习生居然敢碰抹布？抹布咬他。嗯，漂亮哎，眼睛瞪瞪的看着我。你拿你的头发逗他看看。咦，你好像有兴趣哦。阿布阿布不可以咬，谁叫你要做了一个猫抓头？好了，走，阿爸，出门啦，跟阿姨说拜拜。哦，不对，是姐姐，跟姐姐说拜拜。我来看家哈。邦尼现在人已经到了鱼中鱼水族馆啦，这里就是距离邦尼最近的一家大卖场。这里居然有一只乌龟耶，超大只，超大只的乌龟。老婆说她以前就有来过这里了。对啊。欸，所以你可以带我去逛吗？不熟，你不熟，啊，不是来过。它里面可以那个，我们已经买好了，结果因为里面没有办法拍摄，所以我们是直接挑好了之后才拿出来。重吗？不会重，不会重，没有重量。我们本来想要挑另一种，可是另一种的话要买两包大的饲料才有送。他怕阿布不吃，我们就买了一样的饲料。对，我们就买了一样的饲料，然后跟一个猫抓板啊，另外还买了一样东西，我们回去再介绍。走吧。快到家啦，帮我按一下啊，不对，要 B。我是 B 七哦。说什么？你说什么？小蠢蛋，赶快刷卡喽！小蠢蛋了。阿布，我们回来了，回家了。阿布嘞，在迎接我吗？阿布，好棒的猫。进去，这是什么东西？你有新的猫抓板了耶！你有小窝可以钻了。阿布，你吸引他注意力干嘛？阿布，你看新的猫抓板来了，你要试抓看看吗？他还有送一包，这是什么？猫草吧。阿布应该是闻到这个味道哦。要打开来吗？把它打开来。你是我实习生，也是我的工具人。你是在闻这个？他是在闻这个啊。这个先放旁边，先把我们今天的重点拿出来。而且应该是不占空间啦，因为它是平躺的。他立刻就想要钻进去了。阿布这么胖，钻得进去吗？你要不要试钻看看？先让他探索一下，他探索一下才敢进去。里面不可怕啊。嗯，你可以进去抓抓。哎，我把它抱上去，看他会不会抓。哎，抓了抓了。我就知道你喜欢这种可以就站在上面抓的。如果是小屋进去这种，它不会抓。你知道为什么吗？它原本这种，我拿过来。这是什么吗？因为我放在沙发旁边，它就跳下去，然后整个人陷下去。太胖了。我放在里面的猫抓板，它都不抓，它都只抓上面这个。我们把它摆回去它该有的位置上。哎，我们用抬的。哦，不一样。横的，横的，横的，横的。可是这个错边的。哦，阿布吸下来。等一下再抓，他已经两天没抓猫抓板了哈，让他抓一下。对，他已经两天没抓了。好啦，等一下再抓，歇下来。他觉得很爽。对啊，来，我从正面看一下。噔噔，新的猫抓板完成，抓抓，可以抓了。嗯，很好。哎呦，除了猫抓板，我还买了其他的东西，还买了这个，这是他原本就爱吃的那一包，然后因为快没了，所以又买了新的。还好这里有这一种，我真的很怕买新的，因为新的就不知道阿布会不会吃。还有另一个，好，你来介绍是什么？找不到，超级有效，我家的狗狗有在用的。这个就是三季找不到跳蚤用的。它每一季的话，一个月是点一次，然后点在狗狗或是猫咪的，就是头头后面这里。阿布有点过了，他知道这个是什么。这个我们等一下再点好了。哎，你们相处的还不错嘛？当然喜欢我啊。是吗？来，所以实习生可以开始做些该做的事情了。哎，没有，给我过来。首先呢，第一步你要陪他玩。我今天在陪他玩啊，你看。没有，你现在只是在撸猫而已。撸猫跟陪他玩是不一样的。谁要玩什么？第一步是逗猫棒。嘿嘿嘿。
他好像没什么反应耶，失败。有啦，他有，他刚刚有。范围不够大啦，下来来再来这，你要让他抓，要让他跳起来的时候合格。他不抓，在后面，先把视角拿开。哎、欸、哎、欸，抓了，还算及格了吗？60分吧。你要让他整个人腾空跳起来是100分。哎、欸，伸多还有，来来，啊不切，哎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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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呦呦，成功。这部分还行啊，有练习过嘛。再来呢，除了陪他玩，还要帮他就是照顾一下他的日常嘛，对不对？照顾日常是什么？那我们现在来就是亲个猫屎吧。哎，本来养猫养狗都是要亲猫屎的、啊。对，你刚好可以体验一件事情哎，我们今天要换猫砂，还有换猫尿垫。不要动不动就回家嘛，就过来。换猫砂的话就很简单，我们要先铲便便，然后就会看到里面已经有黑黑的便便了，可以开始铲了。侧边一点，它把它整个铲好。这个给你吃吗？你不是要吃掉吗？说什么？我们要拿去厕所倒掉。噔噔，完成。大家要换猫砂，这个是前几天就买好，只是还没有换的。阿布，你跳上来干嘛？下去，来去开箱，你最会的。PC Home 寄来的礼物哦，我们今天要开的是什么，你知道吗？是什么 ？GT X 960。屁啦，960谁要啊？现在都已经1070、1080。猫砂我们已经是换过2次了吧？加油啊！换猫砂应该是很简单的吧？不会啊，刚好这里有个袋子可以用，我要把所有的猫砂铲进来这里面放，因为它有这个，对，它有那个洞洞，所以铲的时候要快一点，因为它那个洞洞会让它陷下去。我在旁边坐着等你啊。那今天不是只有叫我海洛陪你买东西啊，叫我来当工具人啊，可以体验养猫的生活哎。你知道有多少人想要养猫吗？没关系，下次就换我带你来体验我家狗的生活。好啦，旧的猫砂已经全部打包好了。哎、欸，休息哦。嗯，那我要倒进去了。对吧？全部把它铺平倒好就可以了。不要浪费啊！好特别，不要浪费是不是？来，拿起来吃，吃吃来。没有啦，这个不能吃啊。还真的嘞，我才不要吃嘞，神经病。那接下来，哦，尿它的尿在这里啊。对，它这个设计就是它会从这边尿尿，然后会流下去，流到这里。真的很重。对，然后卷好哈，不要洒出来喽。拿来垃圾桶丢，快点，垃圾桶，快点，快点。洗手。没有那么夸张啊。我都要死死掉。没有。你就记着。好啦，然后再铺新的尿垫进去就。好了，推进去。完成。对，这个体验怎么样？太赞了呢！在最后，我们要帮阿布来点这个，找不到，帮你在桃园那里的时候，也是帮阿布点这个。然后因为这几个月，然后没有去买，所以空了一个月没点了吧，所以现在要继续来点，不然阿布身上会一直抓抓抓，好像有跳蚤一样。我先去把阿布带过来，他打开的话很方便，他只要从这里撕开就可以了。然后里面会有说明书跟3剂药膏，等一下呢要在另外2剂写上时间，就是提醒自己说什么时候我们用了一针，然后另外2个是要下一次用，不是一针啊，这个不是针哈，没事，这个不是针，把这个折掉，液体就会从这个孔流出来，然后对着阿布的脖子这里直接点下去就可以了，然后要把猫咪抓住，因为它如果乱动的话，这个如果流来流去会被它舔到，所以一定要点在就是宠物舔不到的地方，直接把这一剂全部倒下去就可以了，然后把它把毛铺平，然后记得点完之后不要一直去摸它的这里。好啦，这样就完成啦。然后大家一直问邦尼说什么时候带阿布再去打预防针，应该最近就会找时间带他去打了，不过还是要看一下日期啊，另外也要看一下阿布的身体状况，如果他确定是健康的时候再带去打会比较好。好啦，最后要不要说一下感想啊？觉得今天跟阿布处的怎么样呢？是哦。那如果你养猫的话，你觉得你能照顾的怎么样？就因为猫咪很简单啊。你确定猫咪很简单吗？很简单。嗯，那下次让你照顾阿布一个礼拜看看。好啦，那我们今天的影片就差不多到这里啦。如果喜欢邦尼的影片呢，请订阅邦尼的频道，跟随邦尼的动态。那如果喜欢老婆呢，也可以去订阅他的频道啦。如果想要看钓虾的话，就去找老婆吧。那如果喜欢这个系列呢，记得帮我一起按个赞，让我知道你们喜欢这个系列。那我们就下次见咯，拜拜。拜拜。跟着我。
个小尾巴是谁的呀？我突然发现从这里可以看到阿布的脸，阿布怎么在里面呢？你这么大只居然还进得去啊？本来还想说这个洞也不大，阿布应该塞不进去吧，居然进去了耶。后面还有一个洞，可以往后面逃。什么？后面居然还有一个洞啊？